夏木，来看，艾薇薇的行为艺术真不怎么样。你是一个现代艺术家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看呢，艾薇薇敢把一个宝贵的寒带陶罐摔碎了。所以呢？艾薇薇无缘无故把这么宝贵的东西破坏了，我觉得真不可思议。她为什么砸烂陶罐呢？该陶罐极具历史价值，他应该好好的保护这个历史文物啊。嗯，哎呦，众所周知，这就是创造现代艺术的方法。艾薇薇这样造成破坏，怎么算是一种创造现代艺术呢？嗯，他不只是艺术家，而是社会批评家。他用破碎陶罐呀，艺术呀，来不断挑战人家对政府的看法。我懂艾薇薇想批评中国政府，但是她是否该用这种的表达方式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她摔碎了陶罐，我感觉很不文明，而我还是搞不清楚她想诉说着什么。可是你看，她用这样的方法来坚决批评毛主席，中国的伟大领袖，让你注意到，提出疑问。艺术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自己感受与思考，不是为了直接给你答案。毫无疑问，这么敏感的话题肯定存在很多争议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艾薇薇不应该破坏历史文物。身为历史家，我向来都尊重历史文物。艾薇薇用这么多的钱来买这个陶罐，她也是中国人，就应该尊重历史文物啊。她关注的焦点比较是批评那些做了同样的事情。我知道艾薇薇会拿毛主席曾经说的话来回应这样的批评，就是砸烂了我们中国的历史。那为什么艾薇薇需要批评政府呢？虽然毛泽东说了我们要砸烂旧中国，他这样做让新的中国发展得很好，他被中国人比喻为红太阳，对吗？在政府眼中，凡是中国人都像你一颗葵花籽，不净的，可以随时当牺牲品。可是我们确实是不尽相同，独一无二，每一个人。哎呀，我看过艾薇薇这个葵花籽作品，我觉得这些葵花籽看起来很普通，做得不怎么样。他用这么多的工人和时间来做这些葵花籽，我觉得艾薇薇浪费好多时间和资源。葵花籽作品也是一种批评的方法，中国人被迫用艺术来批评贪污腐败的政府，就是说艺术能起表达批评的作用。毕竟中国人不能直接讽刺别人，所以我很支持这样的政治抗议。看起来艾薇薇真是一个异议人士，我懂他尝了许多方法来批评中国政府，但是我不同意。艾薇薇做艺术作品不外乎摔碎东西而浪费很多资源吗？我觉得这样不是好的表示方法。如果艾薇薇这个人这么特别，他应该能想起来别的方法来讽刺政府。其实除了这两个作品以外，他还有别的艺术，例如以难民为主题，政府在于他们思想很堕落，没有保护好四川的学生，建筑防护地震柱的时候半途而废，结果让小孩在地震中遇难。最近书包墙作品获得了红边，高度称赞。这样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艾薇薇的艺术。